零基础啊，到拿了冠军，我觉得确实你非常非常的厉害。现在跟我们先说一下，现在你的职业是什么？应该不会还停留在工地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在广州开了一个自己的钢管舞培训学校。啊，你后来就从倒数第一到世界锦标赛最佳表演奖，这不是一个小的奖项，对吧？一定有过人之处或拿手绝活，才有可能让评委说这哥们儿最佳表演奖。独创的太空漫步，太空漫步，对，别人走的都是横着走，我走的就是一个时间的方向，哦，顺时针方向，对，绕地球一圈，然后在逆时针回来。你能再给我们再走两圈吗？可以。大家注意，这是孙健的绝活。最后还给指了个时间，他是走成了一个钟表的状态，是吧？哎，而且我觉得他就是走的时候那个感觉，真的让你像看那个宇航员在外太空走的时候，一步一步就是很稳。但你知道那个姿势要走那么稳，特别难拿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个要核心力量还有手臂力量特别强才可以。